兰兰终于回来了，兰兰终于回来了。我刚刚，想出帐篷去拿点水喝，结果一打开帐篷就看到兰兰回来了。兰兰，翻过来，你去咗边啊？吓，你跑去边？咁耐都唔翻嚟嘅你，吓？出去边度鬼混你？跌你啦！坐低。你知唔知几多人担心你啊？你知唔知几多人担心你啊？你知唔知几多人担心你啊？你几日去咗边？睇下你有冇瘦到啊？吓、啊，有冇瘦到啊？你出咗去三日啦，三日你都唔翻，你知唔知人哋好担心你噶？我呢以后咧，我就双十你唔俾你翻嚟啊！唔系唔俾你出去啊！不管了，赶紧拴上浪浪和小黑先，不让他们乱跑。小黑看到浪浪可亲切了，浪浪都挂你搞到我生病了啊！刚刚已经喂过浪浪、小黑、乐乐他们吃东西和喝水了，浪浪一回来就转着，很累的样子，玩了三天三夜了，进帐篷了。看一下浪浪，这三天没回来了，然后看他刚刚喂浪浪吃了那个狗粮，鸡胸肉混狗粮，吃了几口就不吃了。如果我没有喂他的话，那他就是三天没有吃过东西了。但是我看他好像也没不是很饿的样子啊，也没瘦的样子啊。你就好啦，在外面这三天肯定没饿着啦，自己好吃好喝的，害我们一群人那么担心你，我为了找你搞得我冷了一整晚，发烧感冒的，就是为了找你，你倒好啊，没心没肺的，想睡了，趴下就马上想睡了，你看娜娜，想睡了。当然不要睡啊，在外面不是玩得很嗨的吗？还回来找我干嘛？还回来干嘛？在外面不是更加好玩吗？出去玩啊，出去玩！真的是，今晚不要睡，大家不要睡，不要睡，不要睡！我都没睡过，我前两天都没睡过。你要睡啊？你看，现在累得这么弄塌的。这么弄塌塌的，浪浪都要睡着了。好了，浪浪终于回来了。我跟你说真心事，我应该怎么罚你，怎么教你哈，浪浪？大家说应该怎么去教他？这么不乖，出去玩了三天才回来，怎么教？怎么教？大家说。下了那么多天的雨，今天终于放晴了。蓝天白云的，现在乐乐晒太阳啊，乐乐。这次我就不再这么放任浪浪了，现在大部分时间都拴着浪浪，那个定位器啊都已经充满电了。下次不要这么调皮了。小黑。然后一早上呢，就有两个学生给我送来了，感冒药啊、发烧药之类的，赶紧把送来的药吃了，吃感冒药，吃了药很快就可以好了。好了，乐浪、新小黑，一家四口终于团圆了。这几天让大家担心了，不好意思。现在我们都团团圆圆，来，给你吃个，来小黑，吃吧，来，给你吃，乐乐还有你，好吃吗？多吃点，那我会多加注意，然后会看紧娜娜，不会再出现这样的，这一次把我吓死了，来乐乐。不要乱跑了，以后不然没得好吃，知不知道啊？没得好吃。好了，今天就这样了。这几天，
所有的大师兄、所有的妹妹，都随着这场雨啊，的过去都烟消云散了，现在就很好了，拜拜。